什么？福宝睡着吐福气了，小可爱轻轻打了一下爱宝妈妈，爱女士用熊掌抚摸了一下女儿。妈妈，你姐姐会呼福气哟。妈妈，我长大后也会。咦，爱女士闻闻了小可爱的味道，也觉得也会呼福气。爱女士尝试给女儿传授福气，这边的福宝已经在呼福气了。咦，这样的福宝也太显福气了。福宝这名字取得真是刚刚好，阳光照在福宝脸上，显得睡得真舒服。谈到福宝呼福气，宋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连收双胞胎都一边走一边和两只小可爱聊姐姐的特色。你们要加油哦。听到宋爷爷的夸赞，两只小可爱低头望地面，表示没听到。爷爷，我还不想下班呀。爷爷收猫时光总是开心的。